Hello，大家晚上好。大家也都知道，槟城告急了哈、哦。槟城首长今天半夜临时就是开一些记者会啊，还有在网上呼吁报告槟城有水灾泛滥的一个事情哦，就是。大家做善事、做慈善的时候了，OK，来得非常突然，OK。其实我今天起身的时候大概是下午，大概是7点多了，我也有关注这个事情，我也在我的那个网页里面，我有写了一些，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捐款的，OK，帮助这些槟城灾民的，请踊跃的，OK，慷慨解囊。帮助这些不幸的一些受灾的人民，OK，但是同时也必须大家提防一下，一些不法的骗子也会在网上，OK，甚至在招募那些 OK，我刚刚才讲而已，就是那些开始拿着那些罐子，OK，在街上跟人家拿捐款的，我不是说不可以捐，但是请大家要提防一下，这些是不是骗子？这些是不是骗子？我刚刚才讲，现在就发生这个事情了，这个也是一个考验大家的那个智慧。我相信骗子一定会出动了，他们一定会出动，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希望如果大家真的要捐款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去我们的宾州首长林冠英的那个 Facebook 里面，它里面呢其实有清楚列明了你们可以怎么去捐款，例如。你们要捐给 DAP 槟城，如果你要写那个支票的话，OK，其实你可以在我的那个专页里面，你们也是可以看得到了就是要捐给 DAP 槟城，不是槟城 DAP 这个你们要小心哦。还有他的 account 是 Maybank 的那个 account 了你们可以去我的专页或者是 CM 林冠印，林冠印，OK，我给你大家看看就是这个林冠英首长的，他的那个 Facebook，里面有40多万的 follower，这个是真的了真他的真的那个 Facebook 来的然后你们捐钱可以捐给这一个，等一下再 loading OK，捐给这个款，这个 account Maybank。5070-1301-4596，OK，联络人你们可以找这位林辉映，他是 DAP 的DAP 槟城的那个州秘书了，State Secretary，电话号码04-2288-482，OK，如果有物资的想要捐赠的，你们可以去到槟城那边 DAP 槟城 at number three。Jalan Rangoon Georgetown OK，如果要给支票的可以但是我是奉劝大家不要邮寄了邮寄可能会机失，你们可以就是直接进去那个 Maybank 的 account 里面但是如果网上有人呼吁捐款呢什么东西，你们要小心一点你们要 check 清楚一下。还有在街上里面拿着罐子的那一些，请大家务必小心如果捐给这个我们的宾州首长林冠英所说的这个户口，应该是白无一失了同时，我也想谢谢我们的 Sunny 哥哥，把那个就是1万元捐出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举动Sunny 哥哥。但是这个东西，我有点感到。不对劲，为什么呢？你之前讲的那个，一百顶帽子是捐给弱势团体的，OK？虽然这个水灾，OK，你有出钱捐钱给他，但是那些你开始讲的就是捐给弱势团体的，你应该要实现你的承诺，一样，OK？把那个5000块捐给这个弱势团体，这个是你私人的，因为你已经。得到你要的那些名誉了
哦，其实我们做善事哦，这个东西你不用讲什么抛砖引玉哦，这个不需要。人民心里面有一把尺，哦，这个冰城水灾，我相信是人人有责的，只要他们有这个善心，要发这个善心 ，OK， 去捐的，你不用抛砖引玉，然后哦，用你的名义 ，OK， 捐了那一万块 ，OK， 拿那个 receipt 放在你的 Facebook 里面，让人家知道你在做善事，那不是抛砖引玉 ，OK， 我所看到的是你又再来用以前的方法来打广告了。OK， 星期五，你那时讲那一百顶帽子，你短短三个月啊，三个小时，你就卖掉了一百顶，对吗？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啊。那时是几点？星期五1:40呢 ，OK， 就是大概是三个小时了。之后哦，很多人，也是在留言，他们说有一顶啦 ，OK， 黑色啦、白色的啦，甚至你还是继续将你的那个 Maybank 的 account number 给他们，哦，这个已经超过100顶的顶线了哈、哦。所以你究竟是卖了多少顶，哦，收了多少款项，请向大众交代一下 ，OK。很多人已经在捐钱什么东西，他们没有说哦，我捐了多少钱我就放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了、哦、他们也是有做生意的 OK， 不要这样沽名钓誉，这个是一个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你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刚才我看到明老干你有时可能干的比较过分了，但是他也是干到有 point 的、哦、请不要利用大众的善心、哦、来用这个甚至现在捐钱给这些水灾居民的一个方法 ，OK， 一个机会，又想来打响你的知名度哦，善长人翁啊 ，OK， 希望也那些有心要捐钱给这些冰城水灾的人民们，请你们 OK， 如果要捐，直接捐给我们的 DAP 平台，好，不用经过一个第三者去捐献这种钱的哈。直接、哦、去捐、哦、那个 account number 全部东西都 很简单的、哦、不用那么麻烦、哦、而且有多粉也 我写那个东西说呼吁人家去捐钱的话blah blah blah OK， 我有去翻译那些东西，又有人来攻击我说哦，你说不捐什么，我说的是我捐钱，我 Andrew 捐钱，我不需要跟人家交代、哦、我有没有捐钱天地可见，我从不沽名钓誉，我捐的钱又要放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给人家知道我捐多少，这个不是什么抛砖引玉了，这是沽名钓誉、哦、请不要以这种善良的事情 OK 善心、哦、来打广告、哦、你如果是真的做善心每个人都会看到、哦、你呼吁啊什么东西 OK 你要捐钱，你不需要给人家看你的那个 bank receipt 还是什么的哦、我看到的你不是在抛砖引玉，你是在沽名钓誉，很多善心人士真的他们不是说我、哦、捐了多少钱我就放在我 Facebook 里面啊，看 receipt 你看、哦、我捐了多少钱，不需要这样了、哦、真正要做的呼吁 OK、大家去捐钱、哦、出钱出力、哦、静静的 OK， 我们知道我们做了我们的那个责任，我们的一份就好了、哦呀、yeah, ，谢谢大家，请大家真的是有能力的话，少少无拘哦，可能是10块、20块，以你们的能力 ，OK， 进去那个我们宾州首长所提供的那个 Maybank 的户口哦，你们可以给一个10块、20块，看你们的能力有多少哦，不一定要仿效其他人哦，一定要捐这个个千或者万的哦，难道一些比较有钱的他们捐5万、10万，我觉得他们也是静静在那边的，难道他会来呼吁哦？我林北赚10万捐10万块哦，给这个滨州人的，我也呼吁你们捐10万，不是每个人就有这个能力的了，哦，呀，所以我回答网友们的一些提问就好了，我要等一下我要去做一点东西。
Memory 过，让它过去吧呀。呀，但是我很不耻，一些人抓到这个机会，哦，又来，就是抓住这种慈善的那种机会，又想让想推高自己的人气啊，还是继续要人家去买他的帽子还是什么东西？哇，这个我很不耻这种人的行为的。Wang Ximin, I think Sunny Coco only want to show proof that he already donate, cause he have promised to everyone. Not really. In fact, what he promised was donating to those organization that need those money. It's actually not for this particular tragedy in Penang. Okay, it's actually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lood. Yeah. So I think Well, it is actually a good deed, donate to the Penang Flood Foundation. But as he said, the 5,000 or the 100 caps that he trying to do was actually donating to other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he must be obliged to his promise. Zhang Yongyou 说得好，加油，谢谢你，谢谢你。Louis Lit, sorry, can I ask something? Really just sell 100 cap? Yeah, this one you have to ask him lah. It's actually not my, not something that I can answer you, but obviously, I don't think so lah. Tan Mei Ling, Andrew 讲去看 CM, 不是金观音，是林观音哦，林观音啦、啊、哦，他的真正的写法，刚才我有show了，你们看回我的直播就好了哦，在这前面我有show那个东西 ，OK 呀、yeah, ，就是这样子而已了哈、哦，所、so, 以你们要捐款的话，你们直接捐给这个 DAP Penang， 哦，那个户口我已经说了哦，捐少少也是 OK 的哈、哦，嗯。但是在外面如果有筹募捐款的什么，你们最好是查清楚先哦，因为我也希望你们真正想要捐的钱就是会送达到真正有需要的那些人的手上，而不是经过那些不法的分子或者骗子哦去拿了你们的那个善款。 OK， 谢谢你们，晚安，拜拜。